拉不出便便呐，便便出不来，多吃这些水果。拉不出便便可能是这两个原因：一，喝水少；二，不运动，你喝水少，肠道干，便便就排不出去。看我的，你是谁？我是西梅。西梅有秘密武器山梨长醇，它能吸收水分，转化流水了，让肠道变湿润，便便就能顺利排出。我不喜欢吃西梅，你试试牛油果。我又干又硬，休想赶走我。快说说，看我的。你来也没用，我要在这儿住一辈子。快破百度。牛油果有很多可溶性膳食纤维，能让便便充满水分，便便就能顺畅排出。牛油果那么贵，谁家好的天天吃？那就吃火龙果，它能干啥？你运动太少，肠道蠕动就变慢，拉不出便便。我就爱躺着。火龙果的小籽不能被肠道吸收，它能刺激肠道蠕动，帮助排便。除了这些水果之外，还有红薯、山药、芹菜、金针菇、香菇、韭菜，也能让便便更容易出来。